这不是我身份证了，我的户籍在重庆啊。不是被撞下桥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醒了，姑娘，你别害怕。我是看见你一个人倒在路边，身上又有伤，我就把你给拉上了。我这也是去市里送货，回来晚了，正巧捎上你一对，做个伴儿。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那这是我的工牌，还有我的名字，上面有我们公司的电话和地址，你打打，能接通的。姑娘，你头上的伤不要紧吧？一会儿到了城里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一点擦伤不要紧。你的车是往重庆市区走吗？重庆？重庆太远了，这山路出去是乐山市啊。但是我是从重庆掉到乡里的呀。你说什么？张姐，嗯，我能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吗？我手机没电了。行啊，给。不过我这手机啊太老了，估计在这山路没信号，得出了山才行啊。姑娘，抓点紧啊！我女儿一个人在家。嗯、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可以借您电话用一下吗？哦。好，谢谢啊。您好，先生。请问加什么油？98，加满。好的。许特助的手机号是什么来着？算了，打给我爸爸。
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.怎么还在用2018年的日历啊？不用2018年，用什么？2025年啊！今年是2018年，不是2025年。今年是2025年啊！多少钱？30号油枪150元，里面结账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是你？哦，不是，这是公用电话，应该是刚刚出去那个小姑娘的。算了，找徐静阳要紧。30号邮箱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18年10月23日晚10点，音乐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准时播报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从2025年回到2018年？这算什么？穿越吗？姑娘，到市区了。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，你这身上的伤也不太放心。你是不是第一次出来啊？你没给父母说吧？你要去哪儿我送你，你别害怕好吗？我可以再打个电话吗？行啊。哎，给。谢谢。别着急啊。怎么了？你这样吧，你要是今天晚上没地儿去，你就到我家，我家就我和我女儿，挺方便的，别害怕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
徐静阳，是你吗？快点儿，轻点儿啊！哎，快点儿，没事的，不害怕啊。哎，姑娘。小心地滑啊！跟我走，没事。马上就到了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彤彤，你吓着姐姐了？那么晚你不回去睡觉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快，哎，你妈揍你一会儿。没事了啊。小孩儿，他那个生病，把脑子烧坏了。没事没事，不害怕啊。到了到了。快进来，甜甜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叫姐姐。她是谁啊？为什么叫她姐姐？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！你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你赶紧睡觉吧啊！哎，姑娘，你喝水啊！哎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凑合一宿，我给你拿床去啊。我真的穿越到了七年前，这也太扯了。不行，我要想办法回去。虽然年份变了，但只要能回到重庆，我应该就能回家了。回去得坐飞机了吧？可我只有520块啊！哎，火车也行，520块买张火车票肯定没有问题。小琪啊，5年前你来报案的时候，你自己也说，你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徐静阳的消息。我们也仔细的调查了，也没有收集到关于他的任何信息。所有人都在说，徐静阳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。陈警官，您是觉得我在撒谎，还是说，你觉得我有臆想症？
那我能调取一下当年我参与打架的档案吗？你没有权利调取档案。如果你要想查询个人信息，需持你本人的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向他们写出申请，但仅限于查询你个人信息和是否有犯罪记录。徐景阳，坐标是你发的吧？那现场的血迹又会是谁的呢？把没礼貌当个性的，甜甜，甜甜，饭盒。哎呀妈，做事怎么毛毛躁躁的呢？拿着，啊，路上小心点，听见没有？当年亲戚吧，还愣着干嘛？走啊！你妈没事，在病房呢。你来的正好，这是缴费单啊，你赶紧叫你家人过来。姐姐，我没有这么多钱。现在知道叫姐了，当不起啊。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。姐姐，我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妈妈吧，我妈妈对你那么好，姐姐，姐姐你帮帮我，我求求你了，姐姐。姐姐，二百，就给你二百啊！姐姐，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都给你都不够。我有，我有。没了。没了，还是不够啊！哎呀，谢谢啊，医生啊，那个我们走的急，没带那么多钱，还差48，我们家人也都在这呢，跑不了。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划上，我们马上就补上。我们医院都是有规定的。这样，我跟我们领导申请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如果时间重置。还敢一起吗？在旅程的开始，你会等着我吗？不必
救人要紧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，我们钱够了。谢谢，谢谢啊！快点，快点。这也太浪费了，钱不钱？算了，还是饿肚子吧。小袁啊，江小袁，你逞什么能啊？留着520块难道不香吗？这下好了，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了。不是吧？这么快就讨债来了？啊，那个，刚才借的那50块钱，你记得管那个母女要。嗯，再见。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他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？醒了，启烈先生，您想打听的事我替你问过了。我们院昨天没有奉献来的伤患，你呀、就是低血糖，平时要记得吃早饭，知道吗？伤口替你消过毒了，之后几天记得别碰水啊。哎，护士，一共多少钱啊？他已经付过了。你们男人见到好看的女人都喜欢先假装好心是吧？刚刚在收费口盯了我很久了吧？真当我第一次出门的傻白甜啊！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啊？想泡我吧？说出来吓死你！我可是重庆赫赫有名的江氏集团总裁的千金，想对我出手啊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江氏集团总裁的千金，怕了吧？不信？
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爸爸。喂。喂。拨的是我的手机号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的手机号怎么跟我爸的一样啊？我爸叫江天峰，重庆江氏集团的江天峰。你爸江天峰2009年就去世了。这是当时的新闻。不可能！江小媛，你生于1993年1月27日，祖籍在白洋县云和镇芦苇村康家垛。这就不是我的身份证。重庆根本就没有你说的江氏集团。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来到他的世界？难道我不是回到了7年前，而是来到了一个平行世界？我不是这个世界的江小媛，这也不是我的世界。
对，你不属于这里。那你是谁？这个世界和我原本的世界一定存在某种联系。我是掉进江里，然后穿越的。回去的通道会不会就在这条江里？就当游泳了。回去啊！叫江小媛是吧？说说吧，为什么想不开跳河？失恋了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自杀，是他们多管闲事，非要拉我上岸。你快点放我走吧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忙呢。小姑娘，你先别着急走。因为你跳河，的确是给别人造成了麻烦。大庭广众之下跳河，如果我说你扰乱了社会秩序，这一点都不为过。按照规定可是可以拘留你的啊。如果因为你跳河自杀，致使救你的那个人受伤遇难，或者阻塞了河道，影响了交通运输，那拘留的时间只会更长，还会根据实际情况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哦，我第一次听说自杀还犯法呢。终于承认是自杀了，因为失恋吧。我都说了不是了，那因为什么？你说出来，我们才能帮你。陈警官，你来了，跟我进来一趟。来，六子。坐。他是你同学还是女朋友啊？同学。徐莲，我可提醒你，你们年轻人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，一定要把握个度。如果这个女孩是因为跟你有什么感情纠葛而寻了短见的话，你可是要负很大责任的。我明白。那你把她带回去，好好劝劝她。她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劝她千万别再做傻事了，啊！看看这个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签个字。陈警官，昨天晚上有接到奉县河边的报案吗？没有啊。六子，哎，那他走吧，有人来接他了。
那陈警官，要是有了许静阳的消息，麻烦您随时通知我。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，就你报的那个失踪人员许静阳，我们仔仔细细查了多次，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。回去。如果时间重置，还敢一起吗？在旅程的开始，你会等着我吗？无边的黑夜，远处的灯塔，是你在为我指引吗？ You are the only。一片情。